Immortal Rogue 是一款单指操作的 roguelike 动作 RPG， 玩家将扮演每100年就会清醒一次的吸血鬼，每次的苏醒都会有两个动荡的势力在互相比拼，而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一方将它消灭。只要透过灵活的走砍以及蓄力攻击，就可以击杀怪物。而怪物掉落的金币以及血魂将能让你换得更多强力的武器。在消灭全部敌人之后，玩家会再次沉睡100年。与此同时，你将能够获得一项全新的技能，让你在下次苏醒时有更强的战力。喜爱 roguelike 游戏的玩家可千万别错过咯。